you for my own, more than you could ever know. Make my wish come true.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. 哇，超赞的嘞！好听的很像那个圣诞节，然后会出现的那种天使在唱歌，你听的那个声音。小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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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爱呢。听说你逛街还去跟人家被抓去路边唱歌。对，就是那一天刚好是圣诞节，然后我就去，就是有刚好遇到之前有比赛过一起比赛的哥哥，然后他就叫我去唱一首歌，在街上街头艺人一起合唱这样。哦，对，啊，你就去唱啊？对，然后我就唱了，因为那天是圣诞节，所以我就唱了 Mariah Carey 的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， 然后就是得到观众就是很热烈的反应。然后钞票有雪片般飞来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还是零钱也是很不错啊。哦 ，OK， 啊，你有把它录起来吗？欸，有有 po 到粉专上面，哦 po 粉专啊，点阅率有22万次，哇，欸，很高哎，欸，所以我们是可以看的吗？我们听 live 的，好不好？哦，听 live 哦。你可以吗？可以为我们 live， 你还记得歌词吗？还可以，可以。你说歌名叫做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。掌声给他鼓励一下 ，Yeah。I just want you for my own, more than you could ever know. Make my wish come true.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。 哇，超赞的嘞！好听的很像那个圣诞节，然后会出现的那种天使在唱歌，你听的那个声音。啊，小品，你会唱啥？曹雅文老师的感谢。唱这条歌有要感谢啥无？我要感谢阮的爸爸妈妈。哦，伊就辛苦诶，啊，带我比赛，然后这两年来就是他们一直支持着我，所以我想唱这首感谢他们。
好享受哦。我的心碎，几寸红，擦几回，那我要如何来去飞，何处才是天，何处是地，我会去找。心啊，心啊呀，心啊，轻轻的去啊，享受哦。他的老师改的词，我不敢说他写的好不好，但是我要讲的是，你唱的太好了，因为你把所有的细腻的转音唱的真的非常到位。因为这首歌你要把变作是台语的，真侪人无法度去接受，甚至是无听过台语歌的人，都会感觉讲有会格格不入吧。或会有点颠覆了传统，有点怎么样？他们想不到它的结合点在哪里。会当很合理化的说，这首歌会用做台语歌，无法度有一个合理的理由。但是你唱出来，为你的口中唱出来，都是这么合理，这么好听，这么优美。所以你要珍惜到你即马这么水的灯音的美感，一定要好好的珍惜，赶快过关。我期待你过关。那我觉得你今天就是唱这个歌，就是。在你还变身还没有完整之前，完美的纪念。